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。控制啊 ，Control 是一款这个悬疑、恐怖、鸡的外脸的这么个游戏啊。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叫控制局。瞎研究什么局部空间压缩之类的，现在出毛病了。然后呢，我作为新的局长啊，我也拥有了超能力，有些任务呢也只能我去完成啊。现在咱们要去干嘛呢？烧垃圾。OK， 咱们看一下提示啊。这个位置有个点点点是吧，咱们跟着这走看看，是往这走吗？哎呦我的妈，门还关上了，谁？你给我滚。哎呦，我拿个家伙事儿，我跟着进去吧。这你看这个地方失控了啊，这个是怪物吗？是怪物。这我能抠起来不？把门关上了，我啪嚓我就给关上，再给打开，我就这么给他们砸死得了呗。我不敢进，你还敢打我？我是局，哎我的妈，我是局长，你还敢打我？我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呀呀，这口太小了，这。等会儿啊，我的技能冷却一下。扔的挺怪，哎呦我去，这口太小了。我给你一瓶子，你信不信？去你的吧！不是，连局长都不认的人，就得打死。好多呀，我到这儿来是烧垃圾的，你信吗？我进去点扔呗，是吧？我，哎呦我的妈，扔出去！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像异形似的，砸死你我！你他们爆炸我也看不着它长啥样啊！哇，出来这个了啊，这个会飞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，这个。他也打不着我吧，应该不厉害呀。嘘，没人了吗？不像是没人的样啊。我赶快啊，把这我修哪儿啊？这是吧 ？F 键进化这里，我帅不帅？这个地方叫控制局，它专门研究空间压缩。你们看啊，非得研究这自己整摆弄不了的事儿，你说？你看它原来原貌长得是这样，然后他们把那儿弄成，别趴着了就，对，起来得了。OK， 我看一下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什么？旁边这屋呗，我看看地图啊，就这儿啊。Hello， 我去，这大风扇儿。你说这个设计这个地方的工程师，你说得多厉害？哎，这风扇怎么少一个呢？哦，到这儿来了，那个什么来烧垃圾来了，说的不是？我去，这辐射箱子不是辐射桶吗？这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扔进去烧了，大哥你又回来了。哦，可以。哎，我电波，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？别过来啊！我砸死你！哦，都全是些罐子，看到没？这罐子我这么瞎扔行啊？那不炉子吗？我就往炉子那儿扔得了不就？
这啥呀？文件是吧？哦，旁边有楼梯啊。我看还有没有那种箱子啊？哦啊，这个是补血的。怎么听到有人说话呢？个人模组闪比效率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我的超能力可以加一点了。这个、啊。谁到什么意思？躲避能消耗躲避子弹，这怎么样？啊，随便，我看不懂其实啊。粉碎。哦，这还可以加这个，哦，这好多精准度提升，是吧？非常致命啊，这个精确度提升，这是啥？有没有什么散弹枪啥的？这个吧，随便吧，这个呢？也随便吧，行。OK， 升级的是我这把枪是吧？哦，这还有一个。哎呦我，这我没事啊，冒个烟你看着没？先扔上去。啊，然后就没了吗？没了我可上去了。哎呦我的个妈，确实没了吗？要不然这挺麻烦啊。这怎么储备的是那个核废料那个桶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看见没？都腐蚀了都，扔在炉子里边呗。我怎么扔不进去呢？这不是啊。我看炉子长咋样。这我没事儿啊，暴露在这个是吧？这也是呗，就这么烧啊？这太不科学了，这显示还有呢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不是，别给人桶砸碎了，过来。OK。这么处理核废料，这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？我去，这是我进来的地方是吧？核废料桶呢？这是吗？这也不是啊，不是这个，还哪有啊？哦，这样的地方有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吓我一跳！就这么处理核废料啊？我啊，搁这儿呢都。哎，拍个照吧。就这么处理啊？我还差一个呢。不是你这么烧，你这么，那不缺心眼儿吗？哎呀，我那个录音呢白打开了，那个废话这么多。这儿吗？没了，还有一桶在哪儿呢？下边我已经看过了吧？咱们再瞅一眼啊。那桶应该很少，很好辨认啊。这个也是桶啊，小伙伴们，只是它没显示那个核废料那个标记，你看它也是冒烟，你看到没？这冒烟别告诉我的超能力啊！这儿呢，这有个什么玩意儿，绿哇哇的。我能上去吗？上不去啊。那绿哇哇的，它就是那个灯吗？没了这儿。这个游戏啊，设计的啊，月朦胧，鸟朦胧的。搞得大家都朦胧的一个游戏啊，这应该不是这个，就差一个了，找不着了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下一期啊，再找那个最后一个桶啊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好吧，那奇葩的东西。